个黑猪的比较明显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它那个啊，边边的肉啊，它黑猪会比较明显。其实我都，我会跟你们讲，黑猪的哈，黑猪的毛是这样子啊。如果说你要知道是不是黑猪肉哈，你只要看它们的皮跟皮这之间，这里有没有一根一根黑黑的，这是黑猪，黑猪的毛。对，然后如果是白猪的话，对。你完全看不到哈，一根一根出来，完全没有啊。所以会不会被骗？会不会被骗？你们要自己认知。学起来。猪市场有一个市场，他们把那个猪脚烧得黑黑的。说是黑猪，其实要看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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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